叫 Joey， 是 Hong Kong U-Space 的客席導師。Post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這個課程呢，本質上是設計給一些比較高階的管理者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其實現在那個的環境不斷在變化當中，整個經濟在轉型當中。其實作為一個高層的管理者呢，他需要在多方面有一個不同的知識去應付這樣的變化的。其實Post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Management 這個課程呢，針對的對象呢，就是一些在企業當中甚至乎在 NGO 當中呢，一些叫做冒升緊的主管那種的領袖。一般來講呢，其實他為什麼需要再進修呢？因為看到整個的經濟在轉型，世界變化真的變得很快，所以其實他們需要有一個比較全面一些整全一些的學習。這個課程的設計呢，包括很多不同的科目的，譬如說我們要讀財務啦，我們要讀營銷啦，我們要讀領導力啦，甚至乎我自己教那班叫做文化及變革管理。那為什麼讀這些課程這麼重要呢？我想最主要就是他們會嘗試在不同的部門當中呢，有一個比較大的整合，去了解不同部門有不同的角色和責任，藉此呢為組織可以有一個比較實際一些、有效一些的決策可以做到的。